我是林永新，我今年六岁，我要介绍的书是《妈妈有没有想我》。小狼帕克把左脚涂成蓝色，右脚涂成橙色。啪啦啪啦啪啦，小狼帕克又把左爪涂成黄色，右爪涂成绿色。啪啦啪啦啪啦，这棵思念树上的每一片叶子都印上了小狼帕克的爪印。上幼儿园的第一天，大家认识了大普狼老师。大普狼老师的头发弯弯的，就像海里的浪花一样。孩子们，今天我们来做一棵思念树。如果想妈妈的，想妈妈，就在这棵树上印上你思念的小树叶，好吗？好，老师，什么意思是思念呢？思念是我喜欢吃的果子，馅饼。思念是我喜欢，是一棵像树果、树一样的植物吧。思念是我，是我想妈妈。课台还没说完，眼科就哭了，就红了。妈妈现在在做什么事？做什么？妈妈有没有想我呢？帕克把对妈妈的思念折进了星星里。老师，可以把我折的星星挂在我的思念树上吗？当然，谢谢大家。